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هواي لخيو تشو دا تشين قوان يي تشي زن سون چوان قوي آن لا رون شي جي دا جو آن لا زي قولن زين جن چو دان شي ني من دا جو زن شوان بو شو رو قوا ني من گان شي وا شي بي دوي ني من ان شان زيا ان رو قوا ني من ان ان فو يي نامو وو دا شين فا چو شي ين لي دا 我见证我能非说我有安拉对于无偶有出和怪的是安拉的是安拉对被创造物的传道安拉也有出和怪的来考验人们以区分容师的心事和学习的为心事 请示满者接受安拉的前定因为安拉的所有规定对他们而言都是最好的人如穆生所说苗在穆明他的所有举动皆是其上功凡人得不到唯有穆明得福时感是上功 愚难人乃亦为善功安拉对被创造物的最真挚的行为师滚安分娩喜悦滚难陪伴者容易艰难之后有容易有出后有乖乐正如安拉所说与艰难相伴的 学舍容易与其艰难相伴的学舍容易牧师说坚定属于你的你就不会失去你要知道贤人与你热神力文安分娩喜悦文安陪伴热容易 人成年都中先至和善人的转机时就会发现他们都接受安拉的前定得福时感与安忍耐虽然安拉的先知雅各失去了他最喜欢的儿子约瑟但是他没绝望过了两年后 他失去了第二个儿子因悲伤二两样发败但是他也没绝望过两天中叶显示雅各之口说道我的孩子们你们去打听约瑟和他弟弟的需要什么你们不要绝望于安拉的慈恩是由 不信道的人们在绝望于安拉的慈恩后来安拉消除了他的忧愁他的眼睛立即恢复了视力正如安拉所说当宝熙日来到后他就把那些声音蒙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立即恢复了视力他说 难道我没有对你们说过吗我的确从安拉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安拉仍旧拥有脱离海洋的忧患和禁锢消除了他的忧愁正如安拉所说你应当数数 祖龙当是他僧纷纷不兵打离去他在向我绝不约束他他在种种恨暗中呼吁除你日外绝无应受崇拜者我赞颂你你超越万物 我确实不易的我就答应他而今却他脱离忧患
我这样仍旧显到是脱离忧患，虽然安拉的先知在加利亚的谷歌已软弱了，白发苍苍了，他的妻子是不会生育的，也老态龙融了，但是安拉消除了他的忧愁，答应了他的祈祷。正如安拉所说：“我的主啊，求你从你那里赏赐我一个善良的子嗣。你确实尽去祈祷的正当在加利亚，然在你殿祈祷的时候，天使喊叫，他说：‘安拉以亚呀，向你报喜。’”他要认识从安拉发出的一句话，要长成尊贵的可惜的人，要变成一个善良的先知。认真研读英雄铭文的人就会发现，安拉是因为很多祈祷成为快乐的钥匙。正如安拉所说，是因为安拉他认为是比一条出路，而且从他料想不到的地方攻击他。谁信徒安拉，他将是谁满足，安拉就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安拉却以十万五个有定数，又说还是那答应受安者的祈祷，而协助其灾害，且以你们为大地的代日热闹。除安拉外，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你们很少觉悟安拉的使者在公明时做读阿说：“万物非主为日有安拉伟大的主，光荣大主。”万物非主，只有安拉伟大而世的主宰。万物非主，只有安拉养育天地的主，尊贵而世的主。阿斯麦传书，穆圣对我说：“我叫你继续读啊，遭到患难时你念日安拉，安拉为我主宰，我不以物配主。”我说了以上这些，求安拉饶恕我和你们一切赠送双归安拉。各位穆斯林人事实应该纪念安拉，特别是快乐和有愁的日先，那早好不过了。人应该尽防忘去安拉的人，安拉警告我们要谨防他们。安拉说：“遭遇患难的时候，祈祷他的主，而不以他，然后他赏赐他一种恩惠的时候，他就忘却以前曾祈求安拉解除患难，而且为他树立若干披地，以预知别人你是安拉的大道。”又说：“人们遭难的时候，祈祷他们的主，同时皈依他，当他是他们赏识他的恩惠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立刻义务给主。”又说：“当你们在海上遭受灾害的时候，你们将来定祈祷的已回避你们了，而你们只有祈祷主了。当如是你们平安等遇的时候，你们背叛了主，人缘是不恩的。”又说：“当人遭遇灾害的时候，
点我如或坐如或站如想我祈祷，等我讲出他们的灾害后，他们就继续作恶。王父不曾祈求我解除他们的灾害一样，过分的人们是这样为他们的行为所迷惑的。又说，你说你们谦逊的和秘密的教导说，如果他拯救我们脱离这些困难，我们必定感谢他。谁能拯救他们脱离陆地和海洋的各种苦难呢？在以上经文中，安拉警告我们要谨防这些人，他们遭遇患难的时候祈祷他的主而皈依他，然后他赏赐他一种恩惠的时候，他说往去一天正祈求安拉解除患难。在当时时代，我们特别需要感谢安拉的恩典，特别是快乐的时间，忍受考验和困苦，在安乐和有处时多做祈祷。牧师说，谁希于安拉在患难和有处摄影的达到度啊，则让他在安乐时多做祈祷。又说，你已是安乐，你就会发现他在你面前。宽松是你已安乐，困难是安乐会忍你。阿布达达说，谁在安乐时多做祈祷，安乐在患难和有处时应得他的度啊。主啊，我们祈求你消除我们的忧愁。主啊，祈求你引导我们感谢您的恩典。